一夜晚上他去抓凶手 这抓来抓去有我总去，我也没抓着凶手，一松劲儿，一松劲儿，身上像个匹马声，迈大步回到了茶园里，眼看着东方花飞，天就要明。他进到这个房中，徐寿他就没有睡着觉，听见那房门口干有动静啊，想了想，我也杀人后回来了，也不知道又杀死了多少花人啊。这个徐寿王妈妈装睡着，徐五爷进房里脚步也放轻，脱了鞋慢慢地把床来上，还恐怕惊醒了这个老冤魔。徐彦仲歪到床上前去睡觉，数间断东方雨度天就明了，这徐寿翻身就把床起呀，一看见徐五爷还没动静，慌忙开门往外走，我见见王爷去说明啊。这徐寿啪啪叫往前走啊，咱再说王爷顶国公啊，老王爷他一早也就把床来起，洗脸漱口一闭坐在大厅，老王爷正在那里落座，咋看见这徐寿进了门厅，这徐寿慌慌忙忙往里进，到里边寺里就打下工啊，就问声王爷你可怪好啊，再问声王爷可安宁，王爷身旁可好胡家纳福。老王爷就说徐寿来了，哎，王爷我来了，我叫你去看着你那五爷，你叫五爷昨天一天有没有动静啊？没有，一天都没有动静，他总拿我跟那，他总拿我跟那，吃饭睡觉都给一块，就上茅房，说这不好听的我都跟着他嘞。哦，晚上你叫五爷出去了没有？晚上出去了啊，王爷就说的，晚上你叫五爷出去了？是啊，晚上出去了，你为啥不来禀报？王爷你别急，晚上吃过饭俺俩睡觉，我睡到外边扒着他，我不睡着他也不睡着，到后来我看看他有啥动静没有，我就歪到那装睡着，俺五爷可存不住气了，他就慢慢下床了，慢慢穿上鞋，慢慢开开门，慢慢他就走了，我就赶紧下来床就撵，谁知道我一开门，我说王爷，俺五爷搬刀术讨老瓜，他弄的是个文档咧，他把门给我打住了，一打住门我出不来了，我只好等他回来把门开开，我再来给你老人家禀啊。徐王爷就说，你那五爷几更天出去的？二更多天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四更多天，都快明了。老王爷就说道，你叫五爷回来，是不是你已经醒了？我根本没睡着。
他知道不知道你醒着？不知道。我听见没响，王爷我都又装睡着了。我一装睡着，他也是买脱了鞋上床，歪那装睡着。我呀就出来了。王爷，这可都是实话呀，王爷。老王爷就说：“徐寿啊，有这一看，你那五爷就是杀人的凶手。”我说：“王爷，俺五爷他能办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儿啊？”徐寿，你要再说不是你那五爷，他出去干啥去了？是不是又去杀人去了？王爷，那就再听听动静吧，看看今天还不来，来不来告状嘞？要再来告状嘞，又死了姑娘了，请听人了，就是俺五爷出去杀的，那就没人认了。王爷就说：“徐寿，好吧，还马房赵飞。”随当就把马房赵飞一喊过来，问他晚上到时外边去抓凶手见没见动静。马房赵飞就说：“跑遍昆明城里也没见一点动静，没见贼人进城。”随当这时候王爷正在那里问着马房赵飞，单说云南王康小果领着张宝刘成他们骑着三匹大马直奔着茶园。老王爷想想，徐王爷你不该茶园里边你就窝藏凶手，凶手那可不行，他想着催马
城，来到了大街中，昆明城里一听说出了怎大的人命案呐、啊，这家家户户都心惊。到天明才走在关门闭户啊，那一个一个都心疼。康王爷就来到这茶园门口，一看见门口干八里有兵，出言不把旁人叫，再叫门军你是听，速速传快快兵报给王爷得知情。老王爷就说，我来到来了我云南王康孝公，这个门军慌慌忙忙往里去禀啊，禀给这老王爷得知情。老王爷一听说康王到，他就慌慌忙忙来接应。哎呀哎呀康王，大门外也不是堂花顶亭，轻轻咱倒是大堂厅啊，你看他两个人把门进，后跟着张宝还有刘成，说要剪断来了堂上，两个人他就拿烈喜怒，不想问好他让了座，惊动了王爷呀把话说。老王爷就说，康王今天一早来到，是不是昨天抓住凶手查住杀人的凶手的下落？康王爷就说，徐王，我自从跟你分手回到我的府内，才下手下的家将白天去查夜里去访，我说徐王爷，你手下这些人这这么多高手，是不是抓住杀人凶手了呀？哦，徐王爷就说到，还没有。王爷，你没有抓住，可是我已经知道杀人的凶手的下落，他在哪里居住。老王爷就说道，康王爷，你已经查出杀人的凶手现在在哪里住，你都知道。是啊，我知道现在凶手在哪里居住，那还不把他捉拿归案。康王爷冷冷一笑，徐王爷，我要说出杀人凶手，你可不要心惊，不要心里烦呐。徐王爷就说到，康年兄，咱们在朝居官同朝奉君，同殿称臣，年兄年弟相称，咱们可是不外戚啊。你为啥今天说起这话来了？你要说出凶抓住凶手，我怎么心里会不高兴啊？好吧，既然王爷你不会心里不高兴，那我就明讲了，杀人凶手不在别的地府住，就在你的茶园。王爷就说道，你这不是开玩笑吧？哎，这怎能会开玩笑啊？我问你，这今时你这茶园里边来没来外边的圣人？王爷就说来了，就在你看前天晚上来的，前天晚上来到昆明，不是别人，本是我本家的，我叫家的五弟，我的亲兄弟徐延忠徐武，从北京来到昆明找我，他没有走，就住到西跨院徐寿的房里。哦，康王爷就说到，徐王爷，你也不要生气，杀人的凶手不是别人，正是徐延忠你那无敌。老王爷就说到，徐年兄，你敢肯定？
也是我两员家将回去取兵。自从你那武帝离开西跨院上了房顶，再是昆明元帅转了几圈，我的后边两家家将都跟着了。我说张宝、刘成，你们给王爷说上一说。张宝上前就说到王爷：王爷，也是俺们奉了王爷的令出来捉拿凶手，从这徐寿的房里半夜三更出来一个浑身穿白的人，这人一出门四下望望，身子一动蹦到房上，我们两个偷偷搁后边跟着看到底他要干啥。没想到他转了几圈，在一家房坡上在那休息了一会儿，他就又下房走了。一下房东南一走，走没多远一家高楼，他就从楼天门钻进去，我们就撵到跟前了。就听见惨叫了一声，我们随着进去，谁知道那贼人动作真快，可都把姑娘人心拔走了。他窜窗户去走，俺们后边就撵，撵来撵去没有抓住他。天快明了，俺看看他到底往哪去，俺一个劲跟到你的茶园，他进了房门俺才回去给王爷去禀。老王爷，天一明俺也就来见徐王爷汇报。王爷这么一听，那个头懵，心里想想：徐武啊徐武，大哥万万没想到你来到昆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就是被大哥绑了一声打了一顿，你恼恨大哥，你也不该在昆明城里乱杀无辜。连昨天夜晚死那一个姑娘已经死了19条人命了，徐武，我饶不了你杀人家偿命，钱在这换钱，马房招匪，哟，大鼓声啊！他随当听见哐哐哐三声堂鼓，呼堂军威护住堂口，老王爷就说马房招匪，哟，赶快到是徐寿的房内把徐武给我抓上堂来。一说把徐武拉上堂来，这时候马房赵飞就说遵令。马房赵飞哪敢怠慢，噔噔要一个劲儿到是西跨院，来到徐寿的房门，呼啦推开门就说到：五爷，徐延忠正在床上坐着，坐到那里心里想想：徐寿去见我家大哥，也不知道我大哥今天要说些什么。等了又等，不见徐寿回来，一听房门一响，过来两个人，一看是马房赵飞。徐延忠站起身就说道：二位壮士，也不知道来到这里有何贵干呢？徐延忠就一说，马房赵飞就说：徐将军，你那大哥俺叫王爷，在此堂上叫你去见他。徐延忠就说：那大哥在堂上要传我。正是。徐五爷就说道：好吧，马房赵飞头前带路，我要到此堂上见见王爷。Thank you.
想问我为何情，不用人说我知道，就是为了人命案子可以中，现如今还没有抓住凶手啊，人命案肯定牵连我叫徐彦中啊呀啊啊。有心这打他我不去，这大哥怎能会把我辱，有心我今天到堂上徐彦中少说举起大举凶，许我也想着往前走，一抬头就来到大堂门厅，徐彦中找大堂，他松儿王爷的大堂是在威风，门东旁才子把堂屋挂，门西旁那个云台悬到空中，八辈老总我堂口啊，我一个呐喊就像老虎声，姓房子等着来张安，那四爷还等着歇口，大人的板子都有四子嫩厚，那夹棍上面就盘龙绳，还有油锅还有火烙啊，铁地里都倒着好几声，撑杆子压杆子还有老虎凳，辣椒坛也放到大堂厅，对花辫子墙上挂，上边的疙瘩就像茶烛，若要是再是堂上挨一顿呐、啊，哪一个挨上一顿都怕十度。完大堂啊！好像个洋娃
是上下他乖乖毛就穿身松啊，坐在那个大堂上，坐在堂上瞪着眼睛，不用人说我知道他瞪着穿我去眼中虚无业，埋不就把堂上啊见过王爷，扑腾腾跪倒在大堂厅啊，一问声王爷你怪好，再问王爷怪安宁、嗯、王爷身旁可好跪体哪福啊。老王爷就说道，下边跪里你可是虚无，正是小民。虚无为啥来到大堂以上不敢抬头啊？大哥，王爷不知道把我唤来有何贵干。康王爷一看下边跪着一位背袍英雄，康王爷就说道，下跪的就是虚无虚言中虚大将军。虚言中就说，正是。你是？哦，我本是云南王康孝公。虚将军把你唤到堂上，为什么见了我们两家不敢抬头啊？虚言中一听康王爷问话，就说到，康王爷，小民长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，不敢见你的鬼面。哎，康王爷就说到，虚无去你无罪，抬起头来。虚言中就说，见过王爷。这时候王爷睁眼一看，哎呦嘿，一从虚言中年龄十七八岁，插花将军素被花炮英雄班带破底沾血，张九里两刀英雄没写过天苍大幻眼，缩缩放光玉柱壁，端端正正四方盖口见着见冷。康王爷心里想想，像虚言中从小闯荡江湖，杀赃官除恶霸，救些良民，百姓为万民分忧，官其外知道其内，官表情知道内心，虚无他就不是杀人的凶手啊。康王爷这都是心里想的，嘴里并没说出来。虚王爷就说到，虚无我问你，昨天为什么我把你打了四十大板，为啥你不走？徐延忠就说的，王爷，我只说走，徐寿看我一点一去，眼看太阳要落，他不忍心叫我走，就把我留下了。徐寿留你，你就住到这里？王爷，我本想离开这里，没想到徐寿哭哭啼啼，他劝着要大哥消消气，一定会发兵救咱全家。我救爹娘的心切，我就溜到茶园，住在哪里？徐寿的房里。晚上到哪里去了没有？王爷，晚上我跟徐寿说了一会儿话，我们就休息了一晚上，没有离开房门一步。九，你还敢抵赖？赶紧把你怎样去杀人，杀了多少人，把杀的人心你都埋到哪里，藏在哪里，赶快交出来，饶你一命不死，若要是牙崩板子不肯，我可有刑罚审你。徐延忠就说道，王爷，你要这样说，我徐无我可有天大的冤枉啊。徐无你还敢说你有冤？嘿，徐无
你来到搬兵调将，你家大哥不发兵马，帮了你一生，又把你打了四十大板，轰出去，你怀恨在心，你临走给我戳个大窟窿，叫恁大哥我给这缝。没想到虚无你也不是很高明，当时你没有跑，你就又回到徐寿的房里。我问你，徐寿回去一天你没动静，昨天夜晚出去了没有？徐延忠就说出去了。为什么昨天夜晚你出去？出去干什么去了？王爷，我出去捉拿凶手。徐武，你去捉拿凶手？徐延忠就说，大哥，我就是出去捉拿凶手。你还贼喊捉贼呀，自己本来是凶手，你还去抓凶手？你给我抓住了没有？没有。怎么没有抓住？大哥，我出去抓凶手，我就是为了洗清我徐武的罪名。我不进昆明，他也不杀人；我一进昆明，他就杀人，明明栽赃陷害我徐武，我怎能离开昆明？这件事情你怎样怎知道的？一晚上死了那些人。徐延忠就说道，我一看徐寿说话吞吞吐吐，有些怕我，我就一问，徐寿给我一说，白天没出去，晚上我就决定把凶手抓住，交给大哥，我再离开昆明。没想到但等徐寿睡着，我就三更半夜离开这一个茶园，我就昆明城里转了三圈，没见凶手的踪影。我在是楼上休息，没想到大西北一黑一明过来一个贼人，我就撵着他走到一家楼前，他就从楼天门钻进楼里，听见一声惨叫，那姑娘也就人心被拔。徐延忠，最后又怎么样了？那贼人出去窗户，我就从窗户杆撵出去，撵到四更来天，一家高楼转了三圈，不见贼人的踪影，我无奈只好回到徐寿的房内安歇。大哥，过程就是这样。嘿，徐王爷就说，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徐武。徐武，你怎么说瞎话，连脸都不喊呢？我说张安六成，来把你昨天怎样见他杀人给他说上一说，看他还有什么说的。遂当张安六成就把怎样见徐延忠出去，怎样在楼上休息，怎样去进楼，怎样去追他，怎样送到房里说了一遍。徐延忠一听，哎呀呀呀呀，心里想想，昨天光子姑撵着前边的凶手就没有追，后边有人还撵着我呀。徐延忠想想，这真是好人死到郑坚的手里呀、啊！徐延忠就喊到：“苍天，龙天哪、啊，你咋不睁眼哪、啊。
就救百姓啊。自从北京惹祸，把咱全家害，全家就200多口坐牢笼。我只说搬兵吧，爹娘大舅没想到，我就催马来到昆明。大哥一听说，我热下火。你把那来无敌我帮了一生，多亏了徐寿，他把情讲，你才算饶了徐延忠，我罪饶了，死罪饶了，可是活罪难免，又把我死尸满子身上扔，一点一瘸，我就把堂下，多亏了徐寿，那就赶到门庭。再三的拦阻不让我走，我就跟徐寿到他房中，燕江说大哥等消了气，在云南昆明就发大名，兵马发到了北京，他就爹娘的李老龙，也是我在昆明城里我就住了一晚，这滔天大祸就轮到神龙，那一家贼子心肠狠，他不该杀了姑娘一十八命，他到底哪年里恨，他不该再当下海，我徐延忠啊，徐寿天明就对我讲，我一心昆明的抓真凶，没想到晚上我把房里我身子一纵就登了空，来时这昆明城里转了几圈，也没有见到人的踪影，回到房上来休息，没想到有一个贼人进了城牢，我再是后边把他追赶，没想到后边还有两家人呢，追赶我徐武，我不知道啊，自古里夜里抓真凶，那贼人他嘞脚手快，进到楼里一位姑娘就喊一声，我徐武随着进了楼，打着火一看姑娘丧了生啊，我穿过窗户把贼人赶，没想到赶到了一家楼，眼看着这贼人就要进房害姑娘，我在后边大喊一声，大喊一声哪里走，没想到那贼人受了惊，杀人的凶手前去逃命，没想到眼看着天色要明啊，楼前他就转了几圈，撵来撵去那贼人又不走啊，和后来我就那回到菜园，我回到徐寿他的房中，没想到天一明，大哥你就把堂生，你升堂要传我的徐延忠，在堂上你就把我口供问，我的从头到尾给你说明，恁立个无敌
有害人，你要人心哪里行？叫大哥，这本是三三件就是听话的，没有瞎话把你坑，从头到尾讲一遍，我的王爷呀。徐武并不是怕死，你要这样把我杀了，天下英雄好汉武林高手岂不耻笑我徐延忠是一个狂妄之徒，杀死嫩些家姑娘，叫我徐延忠落个万世的骂名啊！我死了，我实在是含冤受屈呀，王爷。徐王爷就说这个，再说不问徐武的罪，他不来也不出这人命案，要说问他的罪，徐武含着口口声声有冤啊，老王爷一时也没有主意了呀。可是这一个张宝刘成也正住，他前头走，他后边跟，走进一家楼，把个姑娘的人心拔了。这时候中了，康王爷在一旁就说道：“徐武啊徐武，徐将军不要过意悲伤，我身为一个云南王，
再是云南这一带，可是也并不能放走一个坏人，也不能错杀一个好人。徐武，我问你，昨天晚上你见到凶手进城杀人，徐延忠就说，要不是我在后边咋呼一声，那贼人不至于杀一个姑娘，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姑娘人心被拔呀。哦，王爷就说这就有了。说道，张宝刘成，王爷你听见没听见？五爷在前边咋呼一声啊。哎，张宝一听就说，刘成不错，咱还真听见了嘞，真听见前边那一个人喊到哪里一走。不错，王爷真听见五爷喊了一句。康王爷这就说，这就好了，你们自顾地追赶徐武，不知道徐武前边还追着一家贼人。就说到徐武，既然这样，给你三天的时间，要叫你昆明城里捉拿凶手，把凶手捉拿归案，又要抓住凶手倒还罢了，抓不住凶手三天你要领罪。徐延忠就说，多谢王爷，我徐延忠三天抓着凶手倒还罢了，抓不住凶手我徐延忠剃头来呀见。我到此街上去抓真凶，徐延忠一见没怠慢，房里边苍啷啷苍啷捞出刀一封，砰啊砰啊哟，他怎么才原来哩？你看他倒是大街中啊，到此街上抓凶手，要来这里最喜庆，我要严重我抓不住凶手。前以后难活成，要问他的后来事，但等着下回书。